买回家的新鲜嫩牛肉跳起舞，其可怕程度大概不亚于煮熟的鸭子飞了。但网上疯传的视频却告诉我们，这是真的。其实刚刚宰杀的新鲜牛肉与肌肉神经没有完全死亡，所以会出现短暂的跳动现象。因为是非条件反射，这种现象即使肌肉离开了身体，不受大脑控制也会发生。人类的肌肉是否偶尔也会不受控制呢？你是否在入睡之后肌肉不自主的抽搐或跳动一下把自己吓醒呢？或是被莫名其妙的高处坠落感突然惊醒呢？请放心，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美国睡眠医学学会的一项研究表明，有 80% 的人都经历过这一现象，甚至有 10% 的人每天晚上都因此惊醒。最可怜的采访者说自己每天晚上都会经历入睡抽动，而且都是很准时的，在入睡一个小时之后跳出来把他惊醒，仿佛设定了可怕的闹钟一样。这种奇怪的坠落感和肌肉抽搐被称作 hypnic jerk， 入睡抽动，顾名思义，直接发生在入睡的时候。临睡时肌肉痉挛性抽搐。当今世界的科学家们对于这一常见现象的原因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网络上很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因为入睡时候人体的呼吸频率变慢，体温降低，心脏跳动频率减缓，种种现象都让大脑以为身体快要死掉了，于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发出信号让腿部肌肉跳动一下，以提醒身体清醒一点，我还活着。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大脑在清醒和入睡时转换失败出现的 bug， 就像电脑系统突然抽风卡壳然后又自己好了一样。还有人认为，人由树栖古猿进化而来，因此脑子保留了应激反应模式，即使你睡在床上它也误以为你抱在树上，然后肌肉一彻底放松，脑子判断你要从树上掉下来了，赶紧指挥全身肌肉行动起来，抓住任何东西总比摔死强多了。然而这几种说法都不能够被科学证实，毕竟大脑传递自我保护信息的方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对人类来说太难了。不过与入睡抽动类似的睡眠定 sleep spindle 倒是可以解释。科学家将人的睡眠分为三个阶段，浅层睡眠、快速眼动睡眠和深度睡眠，三者循环经历。其中快速眼动睡眠时，人的脑电波频率变快，振幅变低，同时还出现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肌肉松弛、眼球不停快速转动。梦和类似入睡抽动的睡眠定 sleep spindle 也发生在这一特殊时期。此时大脑皮层的大部分神经被抑制到近似于休眠状态，但小部分神经仍然比较活跃。当梦境过于生动就会刺激大脑，于是局部的神经就会发出一些动作指令引起身体抽动。这时候如果没有发生抽搐也没有被惊醒，便可以顺利经历深度睡眠，再循环到浅层睡眠。但如果被惊醒，那我们会跳过深度睡眠重新开始浅层睡眠，然后再进入快速眼动睡眠。如果不停地被惊醒，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整晚都在做梦了。小宝们，你做过的最可怕的梦是什么呢？留言评论吧。